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So，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有，因为这两天我拢唔捌甲恁上课，所以我先介绍我家己。啊，我这名哦，还是讲姓吼，姓即个怪姓，甲人无共款的姓。恁若捌看到其他的人伊嘛有即个姓吼，迄拢毋是我的亲戚，甲我拢无亲戚关系。因为安怎？因为我是平埔族的。啊，恁在座吼，一定足侪，因为是平埔族。可能恁家己毋知影，啊，要家己要确定，真容易。平埔族有两个特征啦吼，一个就是，即摆因为咱咧录影，所以我歹势脱我的衫表演互恁看，恁等于家己注意，你的手若是脱起来啊，你拳头部，即个手腕的所在吼，若有一条。明显的线条，有诶有较深，啊有诶有较浅，吼、哦，迄就是平埔族诶。对啊，你就是有的人就是平埔族的啦，吼、哦。啊，另外还有一个特征，伫倒位啊，伫咱诶脚诶，小脚趾甲，那会鼻粉诶，啊是讲小可无平诶，吼、哦。迄因为是平埔族的特征，所以大家等于是那个小指甲、细指甲、细指的迄支脚趾头啊，迄个指甲，那有鼻，吼、哦，对啊对啊对啊，也不正常的那种现象吼、哦，长出来不太正常，迄拢是平埔族的。哦，呀，对对，迄啰，请赶紧坐咧，啊，最后一堂课来了吼、哦啊，我即卖先介绍，我互恁了解，OK，有诶，转去再个看吼、哦，啊，我诶名，或者恒春诶恒，啊，昭和诶昭，所以。大家就容易确定，因为我是昭和的时代出世的。啊，我伫台湾的时阵吼，迄、哦、啰、那個、做兵，大学毕业做兵，啊，搁上班，啊，上过一段时间了后，啊，我才离开台湾。迄阵住伫台湾，已经住甲住袂落去啊。啊！迄个时阵，唯一的机会脱离白色恐怖，就是去国外留学。无像即阵讲要去旅行，吼、哦，还是要做生意，拢会使出去外国。啊，一去差不多会用讲几啊十年啦，吼、哦。啊，是因为。阿扁要选总统，啊，走去澳洲，啊，我迄阵就去甲支持，啊，因为安尼，所以才加入民进党，想要对台湾人做一点仔代志，啊，结果到我2004年，阿扁要阁选连任的时阵。所有的台湾人在国外参加台湾人的大会，还是讲台湾人的同乡会，踮咧台北举行，超级要甲阿扁也阁做选，才阁回来。啊，咧台湾的时阵，才去看到《自由时报》有咱秘书长的迄个社论。我看到了，感觉，
无共款。伊咧讲个台湾问题，甲其他个人讲个无共款。伊讲个讲较简单个，有脚有手，伊有理由。伊讲是安怎，是安尼，啊理由伫倒位啊，根据伫倒。啊，我是咧大学做工作个人，所以有啥物问题，拢要找证明、求证。啊，你即摆正好求证，即摆网络足方便个，看你要问啥物问题，拢会使问 Google 哦，啊是查啥物资料，拢会当查。结果必须就开始咧讲这国际条约个时阵，即摆咱拢有当查原文的资料，查出来了，甲详细甲看，无唔对。必须你讲的答案就对，拢有证据。啊，咱古迄阵才发现讲，咱古早去用骗去，去用骗足深的。哦，啊，恁今日来遮，因为是恁的智慧甲恁的勇敢，啊嘛是恁的福气。这个时阵，咱有这个机会哦，实是足福气的。我感觉足福气的，哦。那我的前辈，遐大家嘛咧笑脸讲，将来台湾看会较快活过日子，啊，台湾人较袂用欺压的。但是因的时代已经过去，因的时代并无发现咱即马发现这条路，所以咱应该感觉真光荣啊，真幸福，咱找到这条路。啊，这当然是毕书尽的功劳，伊推咱找出来，吼、哦。啊，周贵刚，周贵刚，大家真辛苦。我看，当然年轻的较不要紧，啊，年纪比较多一点的，过来坐这个冷板凳哦，也不遐尼容易。啊，您睡了安怎？未歹，我是想讲，您应该睡了真歹才对，因为您若听到讲，古早咱六十几年拢去用骗去，啊来遮才听到正确的台湾的历史，安尼感觉。袂安尼心肝真乱吗？啊，暗时敢睏下去？啊，对吧？愈想愈怀疑，哦，这是正确，安尼真好，哦，哎、啊，是安怎怀疑？因为你发现，咱是要做本土台湾人，对不对？台湾人无同款咯，咱是本土台湾人，对吧？啊，本土台湾人要安怎证明？要安怎证明讲咱是本土台湾人？你敢无一张身份证？有无？有证无？无证的人也就无证的。哦，啊！你是安怎来无证？阿未证，阿、啊、你证未？啊，即摆等于来证。证是马上无钱通领，吼、哦，就爱个六七千块。迄无重要，安尼真好，正确的观念。因为证一张，咱就有法通证明；一张证明咱是本土台湾人。啊，好处是将来才有。好处伫倒，将来有一张的人踮咧台湾，才会使投票；无一张的人，未使投票。吼、哦，啊，要投什么票？就是投决定将来台湾的命运，这人才有法度。所以有这个，恁就看会出来讲，为何阿扁啊话讲要公道，美国啥的讲未使？想做即阵袂使，
你美国是民主国家，为何咱要主张公道？美国讲袂使，吼、哦，古早有迄啰台独的大佬，伊讲美国人惊讲咱公道袂过，所以美国甲咱禁止，讲叫咱卖岛。当然这是有可能啊。即阵踮咧台湾，若要公道，无一定本土台湾人有法度能占大多数。但是其实的问题毋是伫遐，就是身份的问题。住咧台湾呢，黄面呢，乌头毛呢，有两种人，对吧？所以恁听课了后，恁嘛知影，有一种就是咱土生土长的本土台湾人，啊，有一种才像马英九安尼讲，我也是台湾人，伊嘛是台湾人，哦，啊，若要投票，是毋是伊话会使投的？啊，伊敢有权利决定咱台湾的命运？无权利啊！所以美国人讲。这两种人若分不清楚的时候，你要怎么公道？不可能的事情，是确实的问题就在这里。啊，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知道吗？金门马祖的人，如果去美国申请签证，要去美国，他的国籍填什么，你知道吗？中国，没不对。大家敢袂记啊？去年啊，前年啊，中华民国的立法院有立法委员提出爆料啊，讲为何金门马祖的人，迄阵去 AIT 申请，还袂开始有这个电脑签证的时阵，去办美国的签证，因的国籍美国甲当中国。啊，咱的国籍，美国给咱写，写什么？大家有注意无 ？TWN，TWN， 台湾，是咱家己糊涂，唔知啊。那美国早就甲你分清楚啊，啊，开始是安尼啊。金门马祖唔是日本人个啊，台湾甲平和才是古早日本人个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啊，对不？哦，啊，现在不可以说日本人的，你受过这两三天的训练了，就要说什么？属日本天皇，对不对？所以你们学的法律是什么？最重要的，台湾这时候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日属美战，四字而已，真好记啊。一记未？大家讲看嘛，日属美战，啊，先算那日属，对啊，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那有忽然间有咱台湾个平和，对，就爱讲下关条约，啊，马关条约是中国人咧讲的。因为全世界在订这个国际条约，那个条约的名，拢是在订条约那个所在，用那个所在给称呼这个名。啊，在订这个条约的，就是在日本那个下关那个所在，所以正确的讲法就爱讲叫做下关条约，对吧？啊，是安怎奈顶级的下关条约，台湾平和变做日本天皇的，对啦，打败仗，哦，啊，咱古早读中国教育的时阵，课本有写，伊嘛有讲到马关条约，迄阵是讲清朝割让台。
台湾澎湖给日本，干那安尼俩，哦，啊，这个无正确，因为伊那讲安尼，即马阁刷落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阁签一个旧金山合约。啊，以前的公司一定有跟您讲过啊，《旧金山合约》第二条 B 下下，日本放弃台澎金马，无金马，台澎也要 title claim 啊个 right， 就是通敌关。所以头前那讲，满清挂好日本，啊，即嘛日本放弃。哦，安尼台湾就变成啥？变成台湾人的啊，对吧？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比如说，你看什么问你？国宾饭店是不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不是。啊，台湾为什么是住在台湾人的？也不是啊，对吧？所以大家记好，这个就是咱的。法理基础，日属的原因就是这些。啊，对下关条约以后，无任何一条国际条约，将台湾平和的主权，对日本天皇的手的，搁转的给别人。所以到我今仔日，台湾平和的主权。也阁是日本的天皇的手下来的，所以秘书长才鼓励大家，每年咱也要去甲日本天皇十二月祝寿，咱会当去。原因就是这只，日本天皇即卖已经知影，大家捌看到迄张相无？台生，会使迄啰，咱去祝寿的迄、那个。那张相摕出来给大家看卖，我无想到迄种，对，那是靖国神社，即摆先看下迄个皇宫的，咱去个祝寿的，哦，因为我唔知影前两天有咱的讲师甲恁介绍无。咱头一摆2011年十二月去的时阵吼，迄阵拢总105个，这第二年啦，哦，第二年去的时阵哦，你甲看卖，哇，跳起啊！你看，本来伫咧皇宫的面头前，跟阿你啊，举日本旗啊，会使入去尔。啊，对，2011年开始，即马已经第三年啊，过到旧年，过加一支出来，哦，咱台湾民政府的支啊，啊，迄支已经日本讲那一天温准，所以旧年过过去的时阵，连问嘛唔免问。迄警察自动，看你要压偌侪，你去拢会使。啊，我唔知炸几箱吼。啊，去分哦，遐日本人，哇，大家我爱睇咧，分了了，啊，这就证明日属日本天皇已经知影。哦，啊，过来美战。实际上，台湾是还个美国占领，那无看到美国兵啊，对吧？根据啥？拄啊，咱迄个苏小姐咧卖册，讲大家就爱了解咱的华丽，咱的国际地位就是伫遮。美国占领台湾，伊占领的意思就是讲，我随时要来。就会使来，但是我无一定，逐工就爱踮在你的面头前，互你看，
哦，啊，美国到开始到即阵，伊随时要来就随时要来。即两天有同事咧，迄落同心伫咧报告啊，讲最近中部，尤其暗时，有迄落申报，无停无当，咧空中安尼足大声，敢若爆炸的声音。以前都唔捌听到的，啊，即摆来电来有，恁若有机会，用个问看嘛，哦，甚至家己去试听看嘛，迄是虾米原因？最近就是美国的 F-22 的超音速战斗机，即摆伫咧台湾的上空练习飞行，啊，迄伊个呢？速度呢突破音速的时阵，迄阵就会啊，砰就足大声，哦，伊的速度比声里的噪更加紧啊，叫好做超音速。啊，伊呢突破迄个界限的时阵，就会啊，你砰就足大声。啊，迄是隐形飞机嘛，啊，这嘛是一个象征，就是美国开始准备要搁登来。哦 ，OK， 那你讲美战，美国占领，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伊打赢日本，哦，征服日本，啊，咱台湾是日本的土地，所以伊有权利占领咱台湾。啊，这个权利伫倒位啊，会当证明。我都有讲，咱咧讲的。所有的代志拢会当证明，这个才是重要。就是伫咧《旧金山合约》第23条，大家回去应该家己去查。23条内底写个足清楚，美国就是《旧金山合约》内底所谓的主要占领全国。伊问讲哦，这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啊，伫咧一个战争条约所在，主要占领全国，才有管理占领，比打败比占领的领土。啊，那安尼的时阵。大家有考虑哦，啊，蒋介石哪会走来台湾，对不？蒋介石哪会走来？对，麦帅的普通命令第一号，一般命令第一号，1945年9月2号颁布的，但是唔当袂记。迄个是美国总统批准的，所以迄个命令是麦帅公布出来，但是迄个命令是出于美国总统，所以因为是美国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总统制定这个命令。而且由麦帅发布，啊，伊内底规定就是讲，中国战场，但是满洲除外，吼，啊，台湾、甲平湖、啊甲北越，这三个所在，一日本军就爱向蒋介石元帅。投降，不是向中华民国哦，迄阵是向蒋介石元帅投降，所以蒋介石元帅迄个时阵是代表盟军来台湾接受带伫台湾的遐日本兵的投降，哦，啊，中国。迄、那个战场，满洲除了满洲以外，
无互蒋介石去接收，什么原因？因为满洲迄个时阵就挂互苏联去占领，啊，因为苏联占领满洲，所以伊才有法度人帮忙毛泽东提供武器互伊，才有法度人打赢蒋介石。这拢因为对下来，吼、哦、，OK。啊，旧金山合约还佫一条真重要，第四条，迄条就是咧决定咱台湾的命运。讲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有管理处理日本啊个日本国民的财产，土地嘛是算财产之一，所以美国。才有法度通叫蒋介石来台湾，还是讲以后汉奸爆发了后，叫蒋介石继续留伫咧台湾，替美国人过台湾。OK， 所以日苏美战，安尼大概知影嘛吼？过来，啊。秘书长的迄个华理论述，阿个有啥？阿个两个真重要，真重要。伊讲铁则，就是敢那铁同款，袂当改变的原则。很好，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国际战争法内底，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军事占领。未使共改主权，而且咱真容易找到证明。最近美国去拍阿富汗，去拍伊拉克，啊，伊拉克的海参是不是去予美国拍倒？啊，美国有甲占领伊拉克无？无啊。哦，有啦，有占领啦，但是主权袂使甲移转，所以尾啊嘛是着爱，和伊拉克的人成立民政府，啊将政权接回去。哦，啊即嘛阿富汗嘛赶快嘛吼、哦，阿富汗已经实行足久啊，所以咱会用证明讲，伊发现的即个铁则，确实伫咧国际上有效。所以台湾不管是美国占领，还是美国叫蒋介石代替美国来占领，拢无法度人改变咱台湾的主权，实际上属伫咧日本天皇。呀，所以咱的法律就爱安尼了解，吼、哦。啊，你若知影安尼，你就会用。想讲，既然是安尼，台湾的主权在日本天皇的手诶，啊，中国人要来摕台湾，敢无可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无可能。哦，所以大家听好放心。阿强也唔敢来，啊，唔知大家有注意无？这两三年来，中国遐个政治领袖唔敢阁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因即嘛知影，因若讲即句话会用甲伊笑，讲你即个根本就唔知影国际法，哦，啊你若看咱的官网。另外，阁拍一个吼，即自由台湾，咱个官网诶，另外阁一个网站，遐内底甚至阿阁有一个迄、那个新闻的纪录片，恁等下再去看。迄、那个新闻的纪录片记录啥？记录吼，温家宝去年
你吹，伊旧年就爱退位嘛吼。啊，阿未退位的最后一摆记者会，有一个台湾家报的迄落记者，就去问伊，啊，那个总理，你退休以后要不要去台湾访问？啊，伊咧个回答的时阵哦。比如说我真爱来啦齁，真爱去台湾。但是就爱看讲迄个情形啥款齁。意思讲我有受欢迎啊无受欢迎齁。啊人有温存啊无，当然伊无讲安尼。但是伊讲一句话。伊讲自从台湾割让以后，没有中国官员去访问过台湾。啊，那个重点不是没有中国官员来访问，重点是他讲出来，台湾自从割让以后，所以他也承认台湾是割让给别人了，所以他不能够往后。哦 ，OK， 好了，日苏美战，阿过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阿过怎样？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对吧？阿些那马英的证明，西藏这么流亡在印度。伊讲无法度让变，踮咧印度变做西藏国，无可能。哦，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阵，德国将法国打败，法国走去伦敦，成立法国流亡政府。比利时比和德国打败，伊嘛去伦敦成立流亡政府，甚至。韩国迄阵和日本打败，走去上海成立一个韩国的流亡政府，结果大家拢着爱登去因本国，才有法度能够恢复。所以有这点，咱就知影，中华民国确实是一个流亡政府，伊若无登去中国。绝对不可能够存在，所以中华民国一定要离开台湾，早晚要离开。啊，其实即马开始在离开啊，你唔在在无？唔在？你会记得有洪仲秋这个案件无？有吼、哦、？OK， 我讲你是。本来准备另外一项大事，不过讲到这的时阵，介绍给大家知影。洪仲秋这件案件发生了后，中华民国的立法院审查有通过一个法案，什么法案？伊讲将来军事审判废除，转移到司法审判。啊，即咱一般诶人拢毋知虾米意思，就讲麻麻痹痹诶，军法甲我无关咧。啊，恁读过法律了后，应该会当解释虾米虾米理由？一个军队要处罚犯法军人犯法，是用军法咧甲处分，毋是用普通诶法律。咱老百姓犯法。袂使用军法甲咱处分，吼、哦！啊，你想，中华民国的军法废止，什么意思？军队无啊嘛，毋就无需要军法。那军队继续存在的时候，那会使讲无军法嘞，对不？
哪有迄个军队讲绝对袂犯规的，袂犯法的？呀，有这点啊，其实以前还佫发生足侪足侪案件，你佮念念起来吼，恁就会发现哦，可能大家还佫会记的，2012年的时阵，迄阵报纸嘛有报，连群走入历史。联军是啥？联军是咧补给军队。啊，联群关门，啊，军队要食啥？要穿啥？无人通甲补给啊！迄个军队要安怎存在？对无？所以，敢若这两项消息，咱就会当判断。中华民国的军队，即卖是敢若安尼出来人人互你看尔，其实已经无存在啊。啊，是安怎那会无存在？中共敢毋是讲哦，飞弹千外粒要甲咱拍，对吧？啊，伊那会大家拢走了，免军队甲伊抵抗，因为中华民国要打包行李，准备要离开台湾了。哦 ，OK， 讲到这。啊，恁既然知影，好，拍手，一旦欢喜啊，对吧？所以恁这两三天得到的这物件，应该是一旦让各位欢喜，啊，感觉安心安全。啊，这个咱也会使甲讲。是一种的福音，虽然这不是宗教的问题，啊，请各位将这个福音传出去，让更加多的人知影。哦，啊，恁呐，进一步，搁为着咱台湾，为着台湾的后代，要出淡薄仔力量。我鼓励各位，阁继续来参加咱的高级班，哦，啊，恁啊参加高级班毕业，会当得到毕业证书，啊，必须得有答应，讲到啊4000名为止，这张毕业证书就是以后台湾民政府。高级公务员的资格，恁就有资格通担任台湾民政府高级官员。啊，摕到这张证书了后，恁还阁会用个进一步，还阁有真侪好处。什么好处？恁用个参加法理的考试。咱即卖已经有从台湾。根据古早日本时代的迄个传统，啊，划分做50个郡、郡、郡，啊，所以各位若有高级班的毕业证书，就会使参加郡守考试。啊，郡守是啥？即摆中华民国甲咱分做偌济？台湾有。23个县市，对吧？差不多呢。啊，咱即马分做50个郡，等于小县长。大家考虑看卖，将来做小县长，无简单呢，权力足大呢。哦，无分少年老的，大家拢会使参加。哦，啊，除了参加郡守的考试。您阁会使参加政治局、啊个事务局的迄个编制，看恁的趣味是倒一项的，你较趣味经济，哦，还是较趣味文化教育，拢会使根据家己的趣味、家己的专长来选一个项目，啊，加入。
咱的事务局甲政务局，啊，将来有可能会被采用做咱台湾民政府中央还是州的迄个内阁官员，所以希望各位今日回去，唔通切全囥喺迄个肚仔内，啊，这三天的经历完全拢甲袂记，吼、哦，鼓励人来申请身份证，啊，将咱的福音传予大家。啊，若家己有抱负，想要找咱台湾，甲咱台湾人做淡薄仔代志，欢迎各位搁转来参加国际班，甚至参加进修考试，将来做小县长。多谢各位。各位同事，今麦下课啊，甲请甲椅啊收来收起来桌顶，谢谢。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谢谢。